来关心高铁，即马是对外宣布讲，对后个月十二月份开始，提早买票的早鸟票，即马就爱填身份证件号码，嘛爱签名，坐车的时阁爱查身份证件去比对，那是无合格，就爱补车钱。高铁即马表示，早鸟票上届是拍到两五折，但搁伫网络顶关，所有人买刷了后，搁摕去转卖，所以对后个月十二月份开始，早鸟票顶关拢会注。注记订票的人的名，也阁有身份证的号码。坐车时嘛爱查身份证件去比对，那是验票的时报过，就爱补车钱，是爱补车票介绍的50%。